头顶不舒服啊，头顶不舒服啊，我现在看到那个，远处啊，远处有个发射塔啊，火箭发射塔，这样在晃啊，这样在晃啊，这样在晃，下面是一个自箭，上面好像被什么东西拉着，在上面拉着巧合啊，拉着巧合，转了几天几夜的啊，转了几天几夜啊，但是这个下面是歪的啊，歪的，然后在上面就晃了几天几夜啊，晃了几天几夜啊，人家突然想到了这是闹鬼啊，应该请风水师啊，应该请风水师来看一下，应该请风水师来看一下子啊，应该请风水师看一下子，现在胆小的就是一个一个离开了啊，胆大的。或者看在钱的份上的，还在那边啊，坚持着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